历张彤，女，河北人，河北科技大学本科，市场营销专业，号称爱折腾、有梦想、有为的新青年。简历写的特别满，就没有哪一行需要填的他没有填，他工作当中肯定不是那种就偷懒的人。你没有觉得很特别？因为在非你莫属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把爱好写着蹦迪的这个女生应该还是第一个。蹦迪是80年代的词儿，她居然喜欢蹦迪。他上一份工作的收入是7000，但他这次要求只是4000到6000，也就是说他做好了说我要去做一件事情，然后降薪这种准备。所以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对自己的这个描述是非常准确的。对，你看她的时间也是起止时间都有年月，而且都是9月份会写09、06，这写的最认真的一个。她有可能有行动力，但是她只是为了忙碌而活着，未必有方向感。这样的女人很有可能是单身。不是，他才才22岁，九六年的，我觉得努努力我都能把他生出来。他所以我不要那么高的要求。小叶，你急一次。赵小叶，请问你想怎么努力呢？得到企业家的认可，我特别开心。在认可的同时呢，我肯定呢也是希望拿出自己的一些实力、一些业绩来说话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靠自己。来，我们掌声有请张彤。文老师好，在座的企业家、观察团的老师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彤，来自于河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生活中呢，我个人喜欢唱歌跳舞，还有刚才大家所讨论的蹦迪。在整个实习过程中呢，我担任过房地产公司的人事专员以及置业顾问。在整个过程中，我有了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管理能力，还有呢与人交往能力以及表达能力。今天呢，希望能够求得一份工作地点在北京，并且呢岗位为销售类或者是策划类的工作。谢谢大家。你好。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猜的准不准哈？你现在是单身状态吗？是。啊，第一个猜准了啊！第二个，你爸妈多大年纪？我爸妈50岁左右吧。我这个年纪的，我们努力还是没有用的啊。第三个就是蹦迪，这个蹦迪，这都是80年代的词 ，disco。说你这96年的，你还懂什么叫蹦迪？之前的确啊，蹦迪来说就是相当于老年 disco， 但是现在年轻人嘛，除了唱歌 KTV 啊，我还是比较喜欢一些动感的音乐，包括动感的这种节奏，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跟舍友一块出去蹦迪玩。刚才有个人说努努力能把你生出来，我们请这个努努力能把你生出来的女性啊，一个1.7米的大个子和你这么一个小个子一起来蹦一下迪，怎么样？好。有海草，海草。来来来，站好了，站好了啊！哎呀，一颗长海草，一颗短海草啊！来，海草。你们母女俩就是街边卖艺，也是收不到钱的，那也是没有钱的啊！请回啊！你这就叫蹦迪呢。主要是觉得，既然来到这个舞台上，还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的。好，我们来先看一下他的背景资料。左边这个呢，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运动会活动。右边的话，是我在大一担任外联部干事的时候，跟我们外联部全体成员的一个合照。这边主要是我的一个实习经历，在大三的时候做了大概1年多的行政人事专员和置业顾问。你卖楼卖的怎么样？我在2018年3月份开始转岗，转到6月份之后，这3个月的时间，我大概是卖了12套。卖个楼来看看，我正好想买房。行。特位老师您好。你好。您是来看咱们楼盘的是吗？对。那您现在是想考虑投资还是自住啊？自住。自住是吗？行，那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楼盘吧。你怎么不问我跟谁住呢？您自住当然，那您想跟谁住啊？我跟一个男人住。跟一个男人住啊？对。那我觉得你都必须得选我们楼盘了。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啊，我们的楼盘，小高层的花园洋房，
您跟一个男的在那儿住，住起来多舒适啊！而且您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楼盘不单单是住得舒服，而且它之后的升值潜力特别大。你都不问我，我这房子是用来自住，是用来怎么自住的？你都不问我那个男人是谁啊？不重要，不重要。而且我觉得您的一个经济情况，投资个两三套没什么问题。说完了，我来点评一下销售失败。销售失败，为什么呢？托雷老师一直强调的是一个男人，他强调的不是投资升值，哎，你老是在南辕北辙，南辕北辙。这个时候要强调的，第一个是私密性，第二个是安全性，第三个是舒适性。这三个词我等了半天没等到。我是因为在北京经常来出差，我不想老住宾馆，我想找一套两室一厅左右的房子跟我的助理住，我助理是个男的。所以你在过程里边从来没有涉及到，没有从来问过客户，这是我的真实需求啊，这是我的真实需求啊，但你从来没有涉及过。但是我觉得他作为普通销售来说，他的这种沟通能力和有这种亲和力，我觉得是够的，就是需要好好的带一带，培训一下，才能做好一个高端销售。在现实生活中，我基本上我是不会这样说的，因为可能觉得是舞台嘛，所以搞笑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所以没有具体的去抓住他的这个需求点。张彤，不过我有个问题，你卖房卖得这么好，在短时间内卖了12套房，现在在北京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还让你回去卖房，你去不去？我会选择不去，这是我的结果。原因的话，第一点，因为我为什么离职呢？是我觉得房地产行业来说，之后的走向可能不是特别的好。特别是像这种一线城市。第二点的话，根据我之后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来说，我不太是想从事房地产的行业，所以我会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这家公司。那你到这个现场来，你选行业呢还是选职业？行业职业并存。什么行业什么职业？我想选择互联网或者是教育类的行业，或者是这种零售行业。他很清晰，对，特别思路特别清晰。这姑娘超出她年龄的成熟，对，如此成熟啊。只做销售吗？销售或者是策划类的都可以。要多少钱薪资啊？我想工作地点在北京，薪资的要求是6000+。第一环节去火流，这是要爆灯的节奏。谢谢各位企业家。天生我有才。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段我的演讲，名字呢叫做《我的大学之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说到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视野。谢谢大家。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演讲作为一个自我推销的一个过程，没有抓住重点，过于冗长。如果说你真的想成为一个特别棒的销售，还是有上升的空间的。我觉得96年，我觉得很好了，这个年龄，我也觉得非常好。而他里面说那个汇报制度，我说实话，真的很多已经进入职场的人都没有这个认知。对，他能够在这个时候说出一个真的很多人缺少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干货。几乎所有的 boss 都是清一色的赞。那你对自己的缺点有什么看法？你觉得你有什么缺点，或者你周围的朋友觉得你有什么缺点吗？作为应届毕业生，包括
包括自己接触的一些社会可能不是特别多，我觉得我的经验来说还是特别少的。我就喜欢你自信心爆棚这样，我觉得特别好。对，刚才那个杨总来说，哎呀，你要去找一下你的缺点。其实我是这样，就是我希望你要看到你的更多的优点，你的可塑性非常强，你不光是你说你现在做销售，我认为你要未来做培训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人选。对，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未来给放开，我认为你是有非常好的潜力。与其先问缺点，不如进入职场情商课堂来考考的，来吧。来，周末突然接到了主管发来的微信，他关怀地问你说，平时工作忙不忙啊？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是主管下发的一个任务，他可能会让我去帮忙做一些辅助。好，第二条微信来了啊，既然不忙，一起喝杯茶呗。不好意思啊，今天跟明天晚上呢，我都约了我的同学。我今天就想喝杯茶，你能听我说说话吗？我说不好意思啊，我觉得那个在工作中领导您很认可我，我也特别的开心，但是我私下的话，也是有男朋友的，所以说我怕我男朋友吃醋，我觉得你也可以理解我的，对吧？好，这是最好的回答吗？非常好。这是最好的回答吗？我觉得是好，我觉得已经不错了。还有没有比这更好的？这不是最好的回答。来，你回答。我和我的同事肖丽一起过去陪你说话，可以吗？如果你刚刚那样的语气，我应该也会说可以啊。我要不再叫上谁？我们三个一起聊一下。如果是我连叫上谁都不要，因为你刚才整个语境是很正经的，很舒适的，跟老板私密的聊一下天又如何呢？又何妨呢？没有，我觉得他刚开始说那个是特别好。但我觉得如果心想歪了，就算是平时这么问，也会觉得歪了的。他这样说，无疑是抵消了更多的可能。但是也确实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即使你把一件非常正经的事儿，或者是也可能是不正经的事儿，你想多了，其实你就只可以说三个字就可以了，不方便。如果这个领导不知趣还往下问，那你就可以言辞跟他说我有男朋友。但是如果他只问到了这个程度，你就说我有男朋友，其实是不方便于关系之间的梳理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就说明领导觉得你平时工作比较懈怠，比较闲。我们都想歪了。其实他刚才的回答是非常好的，他当时的回答是说觉得我现在工作还可以，是不是有更多的事要让我来做？他的这个判断我觉得是最正向的，而且即使这个领导有别的意图，他这样的回答也非常棒。是的，今天有可能会爆灯啊！爆灯，每个人准备1000元的大红包。第二轮选择去河流。爆灯，谢谢，一个人准备1000块，每个人准备1000块，15000的大红包啊，先收走再说啊。谢谢，真的特别感谢在座的企业家，真的谢谢。很久很久没有爆灯了，更别说是15000。我救了你，你知道吗？而且还是个学生，本来爆不了灯的，那个杨翠仙差点去摸灯去了。我一直在问他，因为我北京没有岗位，不过喜欢你，愿意给。还好我叫得快，爆灯他马上就摸那灯了，你知道吗？谢谢。来，我们来看一下小兵的社交数据解读。张彤的社交数据可以用一半幽默，一半娱乐来形容。和张彤最匹配的是德尚传媒的马瑞，彤彤欢脱的性格很适合娱乐传媒行业。和张彤最不匹配的，那应该是最不幽默的企业家了，你们猜是谁呢？潮汐性格中的表现欲太强，太想幽默往往就变成冷幽默喽。小兵还是有点智慧。那个张彤，你千万别受小兵的影响。六人游定制旅行给你的岗位不是销售，我给你的是旅游顾问的助理，6000+，来按业绩来提成。于敏，将来我会安排你直接跟在我身边，包括到我们公司各个部门里去轮岗。Zlux 为你提供的是创始人的助理。刚才我觉得小兵说的非常好，你给我的匹配值是最高的，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你。德尚传媒呢，给你的提供的岗位叫商务拓展，我会亲自带你，因为我公司的几个商务拓展全是我亲自来带的，好吧？来，下一位。那么营销中心是我们副总在直接管理的一个部门，对，然后底薪这边呢是8K。我提供给你的一个在北京的销售岗位，给你的薪酬是7000的底薪加销售佣金。在你毕业之前是在石家庄，之后可以到北京或者是上海。
销售岗位，底薪4000，加上回款的1.5%的提成。五八到家给你的岗位是销售的岗位，工作地点在北京、上海，全国30个城市都可以选。薪酬是5000，我相信你能创造高业绩。谢谢。我们银朗文化呢，为你提供2个职位，然后都是你刚才申请的。小黄鸭给你的是个品牌策划，我觉得你很有活力，很适合做小黄鸭的。然后啊，工作地点在深圳啊，6.5K。谢谢。我提供的职位呢，工作地点在上海新世纪，底薪是6000。斯凯乐给你提供的岗位2个，一个是大客户的销售，还有一个岗位是可以做我的助理。7000，在北京。从销售助理开始，是对我们大客户的销售，但是呢，你可以转岗到我们的市场部做策划。这个女孩我不看她现在，看她10年以后。你的未来4个字不可限量，你做我的助理，跟着我，我带你3年，销售也好，演讲也好，全能的各方面。6000包住宿上海。好难呀。好难啊。为什么要为难我呢？难选，选错了也没关系，选错了来找我。我的公司也在北京，我也挣16票，我也挣。主持人不带这样的哈，我也在台上抢人呢。不，我说了，他先选你们嘛，来吧，你考虑一下啊，来灭掉13盏，留下2盏，不要怕选，尽管选，选错了有我呢啊，去吧。张彤，不要信他们的，知道吗？其实我在公司里面跟台上完全不一样。先把好的台上可正经了，灭掉曹曦。他们在起哄，你可以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一定把自己不要的全部先删掉。谢谢您的认可。抓紧时间。好，谢谢。红包拿着啊！不好意思啊。红包拿着，灯要灭，钱要拿。对，灯照灭。不能灭，千万不能灭我。不太想去深圳，谢谢您的认可。谢谢。谢谢您的认可，不好意思。谢谢。灭我，你要把灭他，灭他，灭，一定要灭。灭我可以，留的灯太多了。我包住宿去上海。红包全部给我。谢谢您的认可，谢谢。谢谢。你猜他最后能留谁？猜一猜。你要抓紧时间了，要不然的话你是减分的啊。好难。你只能留2盏。把马燕灭掉，不可以。把马老师干掉，我这里最适合他。刚才没有听小兵说吗？谢谢，要相信科学数据。不好意思啊。大数据时代。9。谢谢。8。7。对，要果断，要果断，快。6。5。您是哪儿？优柔寡断。4。3。2。谢谢。1。有请曾华马瑞谈钱不伤感情。谢谢。这一轮是减分的，大聪明在于选择。要谈薪酬吗？要。但说无妨，谈钱不伤感情。我想让德尚传媒加一些。加多少？北京是吗？对。2000。加2000，为什么？因为我之前也在现实生活中进行过面试，然后有些销售岗位给的薪资也挺高的。有多高？给过你多高？例如7000在北京。你指的是7000是底薪吗？对。有人给你发过这样的工作岗位是吗？嗯。你为什么没去呢？觉得不太合适。好，这边要加吗？要。加多少？1000。为什么？我觉得还是自己的考虑吧。可以。好，那你写上去吧。来，你加吗？不加。为什么？首先这是两个不同的产业，所以你要看它这个加是加什么，你不能只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底薪的结果，因为这是有规则的。第二个，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你的目标薪酬是4000到6000，其实你刚才在这个环节有一点坐地起价，对传统来讲。
真的是坐地起价的话，之前所有的印象分都会被扣光，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点。你现在说到底啊，还是一个应届毕业生，所以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比能力更重要。好，先让他们看到你的姿态。好，刚才呢去提出加薪的这个要求来说，可能让各位企业家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给你们爆灯了，所以你们才选择就地起价。我为我刚才的行为表示一个深刻的一个道歉。但第二点的话，哪一个企业给我一个更好的平台，我相信我也一定会不负众望的。十秒钟做最后的选择。斯凯勒德尚，谢谢再见。你的选择是？我选择德尚传媒。去吧。记住啊，谢谢马瑞那个公司像你这样的商务特别多，竞争会非常激烈，而且很多都长得特别漂亮，因为这小子就是做美妆的，所以你要记住，到你那里你要勤努力才行，好不好？在那儿你颜值就算低的了，好不好？好，谢谢涂磊。当然，在我这儿就颜值就算高的了，对吧？再这样的，再见。说实话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也没有那么多的实习经验，特别感谢涂磊老师，同时也特别感谢非你莫属这个平台能够让我在这儿找到一份合适自己的